好，让我们今天来拼一年以前的乐高啊，终于被我翻出来了，准备拼一下。有请我们两位重量级选手。那我们开始吧，来拆一下。不重要的贴纸是吧 ？OPPO， OPPO 冠名。两本书。这是两辆车呀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噔噔噔噔，可能没多久吧，终于拼完了。兰博基尼一号 ，OPPO 冠名，小兰博基尼。那我们开始下一个吧。是的，我们又拼完了第二辆。哎，怎么撞人啊？接下来我们要拍啊，我们要拼最后一部分，那是什么呀？交通信号灯。咻！哪个比较快？黑的快，黑的快，黑的快。结束了，耗时两个小时有。